臣在晋城见到了福大小姐。赵安，这件事情晋王没办好，朕要你去替他完成。 金盏，你说你回府还不到半个时辰，你就又跑出来了。看看谁家的女孩子像你这般好动。我听府里的下人说，汴京新开了一家糕点铺子，特别好吃，才想带姐姐出来尝一尝。你若想吃，可以叫下人去买啊。糕点要趁热吃才好呢，更何况天天待在府里，闷不闷死？让开！小心！让开！ 告诉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给我退下！靖王殿下，这是陛下的旨意，你难道想违抗圣旨？ 晋王连赵安都敢杀，赵安去的时候是乔装打扮，可能晋王没有看出来，或者是晋王故作不知。你是不是以为晋王连我身边的人都敢杀便是心硬如铁？朕原本也以为他已经成长得足够懂事，可是没想到为了一个腐女。 还是心太软。心软虽非好事，可总比有投敌叛变的野心要好。